全面配合着咱政府的这个防疫指导哈，大家马祖的这个绕境哈，最高规格哈，致力防疫啦哈。在这个疫情的持续一年，台湾人也用了这个上啊坚韧刻苦的意志哈，来持续奋斗下去，也让今年马祖绕境哦的意义。也加了一定的这个意义吼，马祖的慈悲为怀，过去咱绕境，咱向马祖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而今年呢，咱更加盼望着是疫情会当啊尽早结束，盼望咱马祖比有每一个国人吼与信徒的健康吼，所以啊，即便马祖。啊，这个绕境是全球、全球会使讲呢，啊，几啊亿人咧关心，干那咱台湾人呢，就数百万人来参加，有不凡的意义，更是众人精神的寄托啦吼、哦。一年一度的这个宗教盛会，为了啊最优先的这个考量甲安排的准则，而疫情指挥中心甲卫福部，这是这方面的专家吼。哦啊，庙方的原则是尊重专业，一切遵照疫情指挥中心以陈时中部长的指导原则，办与不办都遵照啊这个中央的指示安排。如同过去啊，2020年疫情啊室内严重的时啊，大家嘛遵照啊当时的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延后办理，以保障全台人民的健康为这个优先考量。同时嘛，发挥马祖啊照顾社林的这个精神啊，捐款3000万，予卫福部协助防疫。啊，今年呢，在配合政府的这个防疫，随时啊做好这个停办的拍算的前提下，哦，为了举行着这个绕境，最后。啊，上严密的这个准备，以防范。不但参与讲这个信徒必须啊，一定要啊，拍好的这个3剂疫苗，嘛禁止讲弄脚卡不共识，提供啊这个盒装的餐食哦，袂使哪行哪吃，不边走边吃，避免群聚休闲，并呼吁啊，咱这个信众啊。啊，全程拢爱戴口罩，啊，来这做这个防疫措施，啊，而就在昨天，陈时中部长宣布维持正常生活，绕境不延后也不取消的消息，为让许多信众啊松了一口气。但伫毕竟这个防疫上，庙方嘛毋是专家啦，防疫指挥中心才是内行的。哦，到目前为止，庙方。虽然以最严密的标准自我要求，但希望讲疫情指挥中心啊能在办理这个绕境上做出明确的这个指导与协助。毕竟每年的绕境啊活动呢，拢是啊数百万人来参与这个盛会。哦，如今这个疫情啊乃以这个数以百计的新增案例每天增加中。如何确保所有信众的健康安全，兼顾到让大家对信仰的信任得到啊慰藉？希望讲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且啊在啊当中扮演这个角色。马祖是属于全民的，所有的信众啊，如同把关着哦全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的卫福部。嘛是大家的吼，所以卫福部讲起来嘛是大家的吼，啊，所以讲，咱伫遮希望讲卫福部除了准许办理比较正常生活，能够发挥专业，做出最明确的这个指引以及协助，确保所有啊参与的人都能与众同心，平安健康。啊，同时啊，咱马祖是慈悲的啦，吼、哦，要参与这绕境活动呢，这已经啊，民国两年到即卖已经啊百几年啊，吼，今年109年啊，吼、哦，所以讲参与这绕境活动，
哦，不勉强。哦，咱嘛呼吁讲，即马手机啊这方面，哦，你来袂当讲对随妈祖行，哦，你都啊妈祖大舅奶奶，你双手合掌，哦，安尼你就表示讲啊对妈祖的尊敬，哦，啊庙方东干事会开会就一再要求讲，咱哦啊所有的宫庙，哦，拜托讲吼，大家拢卖弄脚卡。包括我以身作则，去到阮厝，还是阮服务处，哦，阮岛的人嘛，袂使弄脚卡，哦，所以这点，才请大家配合一下，哦，啊，妈祖是慈悲的，是大家的，哦，啊，咱这个哦，这是啊，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哦，所有啊，要参与啊，来这个闹政活动，哦，不管各党各派，阮拢欢迎，哦，啊，会使讲呢，这妈祖是咱大家的。健康嘛，咱大家的，哦，我拄仔讲过啊，哦，这国人的健康是我们大家的，哦，卫福部也是大家的，哦，希望讲啊，啊，咱妈祖庇佑之下咧，大家拢会当甲妈祖同心，做伙来啊，行出这三百几公里啊，这个九天八暝的这个绕境活动，谢谢大家，妈祖保佑大家，谢谢。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民众只有打两剂疫苗的话，还是想要来参与绕境，我们会怎么劝导他？无啦，这吼，我就一再强调，就是讲，对南疆就是主张讲，一定要打完三剂，哦，啊，至于讲咱沿路落去的疆庙，咱嘛是爱敢约、敢拜、敢拜托，因要自己要求自己的信众吼，因为这事实，哦，这多人无人。阮无法度人，阮干那所有的工作人员，甲所有啊，滇南疆的东干事以身作则，就是要一定要打满三剂吼、哦、啊！你无打满吼、哦，你就希望你莫参加吼、哦，你就妈祖大桥广告，你双手合掌，甲拜一下，安尼嘛是吼、哦，算有参与啊！啊，若无你就无方便呢，你就看手机啊就好啊，好不好？谢谢，谢谢。想问一下，明天的话，就是起教，我们会有其他的人物来抬轿吗？今晚刚想不来，我嘛不知道。哦，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晓得。我们想谁要来，我们都欢迎了，好不好？谢谢。那如果是有民众没有打满三剂，硬要跟在队伍，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就是宣导的那边就宣导？就是尽量劝导啦，因为这个我们一再哦。沿路落去的，搁转来，咱这宫庙，咱嘛是安尼讲，拜托啊，最上个感谢爱感恩这点点心大啦。虽然恁穿了车衫吼，但是嘛是爱用个餐盒袋，一个提，安尼较安全，莫边走边吃啦，好不好？多谢。那保洁为计哈，我们有没有统计疫苗三 OK 卡已经有多少人来登记领取了？偌济我嘛唔知影咧。哦，我听说我们20000张早就满了啦。哦。当初有人批评陈时中讲允许绕境是佛系防疫啊，你阿弟安怎看？这尊重吼、哦，部长伊的做法啦。但是我就拄仔讲过啊，要我们很明确的来指导哦，防疫他是专家哦。阮滇南疆干来要办绕境活动，阮防疫，阮尽量配合政府，就是爱戴口罩哦啊。所有的党干事，大家拢。啊，打满三剂，包括这个团队里面每个人都打满三剂，打两剂的都请他们不要参加。哦，谢谢谢谢。有没有模拟说，如果在绕境期间哦，发生有其中一个信众确诊，这个状况我们有没有模拟这个状况？希望不要这样，希望不要这样哈、哦，没有必要。哦，谢谢谢谢。科普一下、哦、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变成水，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那一天使用个100至1000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请上快点购，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